别投啊，兄弟！我操，咱俩坚持这么半天了，你甘心吗？你不试试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奇迹呢？有个鸡毛，music， 他作曲家他妈直接摆了，不至于作曲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怎么知道你溜不动啊？虽然说好像你这个加速确实溜它没什么用，但是你要相信自己，迟早有一天你打排位要遇到它，到那个时候你总不能摆烂吧？等我修完了，我就去帮你，不要怕。哎呦，我走了。别跟着我呀，空缺！我他妈本来让他丢失目标了。他妈的，这傻卵子医生，你说不是，这傻卵子空军，你说你过来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他妈还得过来救你了。你他妈这杆枪还要留到什么时候啊，大姐？漂亮。好他妈美的烟花。这他妈是哪的耳鸣啊？哎，你妈的。我说他妈感觉像是有人。哎呀，这下不得不闪了。哎。我操！这他妈刀真短呀！我操你们看这个调酒师太他妈阴险了，他给的这个咒术师酒，绝对以为我会去弄这个咒术师，我怎么可能上你的当？你这点小伎俩早已经被我看破了。别着急啊，记者，你等我弄完这个调酒，我就过来弄你。你既然一直陪跑，那么你就留下来吧。我操，这波行云流水，帅不帅？哎呀，那我随你的心，打你一下又怎么样呢？既然如此，你也留在这儿吧。我操，太鸡巴帅了，想装逼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词儿好，后悔没好好学语文了。我上直播的时候没有把歌曲录进来，是吧？哇！我操，要不待会儿咱俩单来一局？可以啊，歌姬。歌姬。哎，等会儿我按键失灵了，好了。必然的嘛。速溶了，老铁。
你他妈刚刚那一下逼动静我都没听清你在说什么。你怎么不射了？我操！哎呀，完了，我震慑了。哈哈哎！你看他这个老卡位，走位，他明显在看你，他又没反应，就别。我他妈真受不了了！这么棒啊！快速结束游戏有什么错？哎呀，丧尸赛后发言权了，老铁。啊，这为什么没第五人格？牛仔设计师，哎，我他妈鞭子从他肚脐眼都穿过去了，你跟我说这不算重？哎呦，老铁，速闪不到家呀！哇，你真的要追我吗？你不觉得牛仔有点难抓吗？哈哈哈哈，怎么当当出来的？这他妈大副过来干嘛来了？你搁这兜什么圈子呢？大副你在逗我吗？哈哈哈哈，走喽。哇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妈没取消掉，点错了。哎呦，玩他妈巫师玩习惯了啊！巫师三摁 X 是叫马，这里 X 是他妈贴图。救雕刻家的人要怎么办？当涛哥呀！躲起来呀！你他妈真是个大呆子！呀！哎！真他妈的！哎呀！我要痛斥这个第五人格的这个按键设计啊！我他妈长按空格为什么算两次指令啊？姐姐姐你走，姐不用不用你姐。哎呦，幸亏他妈这蝴蝶没起杀心啊！知名吗？哎，你们两个走，求求你们了！戳他，漂亮！你他妈终于管一回用了。哎呦！嘿，
哎呀！A few moments later. Ah. 哎，投降。啊！操！我他妈搁这自我高潮什么呢？搁这儿。哎，这个腿还是打博士吧。炸壶。完美。这是干嘛呀？舍己为人。